瞑想就是这里，看家里哟，拜拜。谢谢你们，真辛苦。知道为什么这次在这边吃饭吗？嗯。最主要这次有一个这个末日来的不正经企划。对，末日。大家也知道，是12月21号世界末日了。这一桌吃完，今天比较特别，因为今天是等于是中菜席吃啦。一般这样子的东西啊，都是圆桌，对不对？我们这个吃完还有7天，那只有发挥什么计划？小哥，我们要去哪？还有7天的话，还有很多事可以做。班长，你结婚了吗？哦，我其实不敢说，我结很久了。吴凤在台湾很受女孩欢迎吗？幕后不知道，但是我们两个有一点小愿望还没达成。我们很久没有没有吃饭吧？没有什么，没有吃中餐，是不是？没有吃中餐，很久没有好好的玩笑。你看 Hero 笑多奸诈，你就知道。对，我想要真正的一些阳光沙滩比基尼的三分因为我们主持爱玩客这一年来，发现大部分的时间是阳光丛林小黑文。我只能说，阿达跟伯恩，你们这对难兄难弟，在末日来临前还是不改搞笑本色耶。他们决定飞去关岛，继续寻找阳光沙滩比基尼。祝福你们烈焰成功！不知道我们爱玩客的士官长詹姆士跟阿德会有什么愿望呢？阿德，那我们想去哪里？我们礼拜二想去哪里？好，因为平常就跟老詹到处去吃吃喝喝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末日之前呢，一定要继续大吃啊！可是我们这次要去吃。死前必吃的食物哦，他有讲说里面有50样食物，而且里面大概有10样左右在澳洲是有的。他们是我们一般不会吃到的东西吗？很难可以吃得到，而且好吃。如果你没有吃，就白死。哇，太爽了！不跟我们来。不愧是美食界的扛把子。剩下最后7天，老詹跟阿德决定飞去南半球的澳洲。平常被英国 BBC 列为死前必吃的50样美食。那再来我看就唯一你们去哪？礼拜三，那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挑战刺激跟冒险。还来啊？所以你们就去，所以这次就让他去。对，这是因为我主持里面是最短的，你就要呈现那个冒险精神的话，我就要把所有最刺激的东西玩一遍。末日来了啊，就是玩爆冲绳，明明也甘愿了。哇，玩到死真的。对，其实 Hero 不瞒你说，你知道，等到世界末日的时候，然后那陨石这样晃丢了，刺激已经够刺激了。这个是算是预言了，预言，热身一下预言。这两位仁兄好像一天不冒险就浑身不自在。Hero 决定前往冲绳，要在7天之内玩遍各种极限运动，你要好好保重啊。至于吴凤，我就好奇了，他会选择台湾哪个地方当做最后的落脚处呢？拜拜。嘉义都去过了，玉山，小琉球，自己再去绕境一次。等一下嘛，大家知道我一直在台湾这么久，已经爱上台湾，就是其实不想回家，但是因为世界末日的关系，想你要回去啊，你要回家，你要离开我们了，凤，7天嘛，我还是回家看我的家人。我知道啊，土耳其啊。你们以为我的家在屏东对不对？你们以为我的家在嘉义对不对？是啊，不是吗？你在屏东，你真的太白了。我觉得我还是回去土耳其7天。落叶归根是人之常情，毕竟吴凤来台湾6年了，回家的次数却不超过6次。趁着这最后一个礼拜，好好跟家人聚聚是应该的。而且你才刚拿到金钟奖，这下算是衣锦还乡啦。真的要去哪儿？这位，我每次平常都省吃俭用，所以我这次决定要最后7天要尽情狂欢，赌上我人生最后机会。所以我要。哦。你说他了。你不要里面打开200块，你说。这好重哦，箱子要变形了。哦，这个好重哦。这里面是已经装满了现金哦，借看一下，借看一下。里面的是那个，你赚过这么多钱吗？哇！网络票选，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第一名就是陪家人度过最后时光，排名第二就是要把毕生积蓄来个大清仓。你瞧我平常过惯了小资生活，在末日来临前，我要享尽奢华，留在台湾把钱花光光。
有没有看到？这就是我手上握的所有现金，在末日来之前，我要花到一张都不剩。从现在开始，吃要吃最好的，用要用最好的，就连代步的也要是地表上最强的交通工具——超跑。在末日来之前，我一定要做一次超跑。你一定听过超跑，就是指在所有跑车中拥有极尽性能的车款，每台要价动辄千万，外形绚丽，马力强大，超跑多少人的梦想啊！虽然以我的一桶金可能买不起一个超跑的轮胎，不过现在台湾也有超跑出租，就算我们没有千万负担一辆超跑，也可以一元开超跑的梦想。保时捷日租金15000起跳，奥迪跑车12000起，兰博基尼、宾利、法拉利一天起跳价68000。不过在租车前，可是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交易。车呢？钱呢？我都带来了。这里200000嘛，只有多没有少，这多的还可以让你铺在车里当坐垫。这只是押金而已。哈哈，200000还只是押金哦。还好我有多带一点点，那我其他还要支付什么啊？你还需要支付租金。哦，对，因为我是来租跑车代步。那我租的法拉利一天租金要多少？它的定价是68000，但是我们今天有优惠是8折，所以是54400。就是你可以免费的驾驶100公里，但是假使超过的话，我们就会按公里计价。所以我不能今天心血来潮，我就从台北杀去垦丁，这样需要跑一下，开400-500公里这样。以公里计价，1公里300元。1公里300元？对。等一下，这样子我多300-400公里，这样我等于又多好几万块，是另外多一天的租金哎。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客人很多在交车完之后，他会事先请我们就是帮他联络好拖车，他会直接拖到垦丁去。哈，这样因为这样一天来回可能只要3-4万块就解决了，而且他的车还非常的安全，哦，完全不会有损伤，你要帮他顾好好的。你这招很聪明哎，所以我常常在路上看到人家以为那种法拉利啊高级跑车被拖车拖掉，想说真是的有钱人，他活该，他其实是在保护他的爱车就对了。啊，想不到有钱人的世界这么有哲理啊！既然是超跑，签订合约很重要。如果不小心 A 到，还可以享有甲种保险50000元上限的理赔保障 ，VIP 级的服务一样也没少。我等不及要看看我的超跑了。我今天的坐骑嘞，法拉利430，看这个线条，怎么可以这么帅？哇！而且从后面有没有看到，那个引擎就在后面大喇喇亮在那里，多有 power 的感觉。而且我太喜欢它这个车头了，超有霸气的。你看它这个设计，整个就非常王者的气势，还加上中间这两头，有没有很像那个 Tiger？ 等一下就可以享受在马路上当 King 的感觉一样。哇！天哪，坐进来才真的看到不一样哎。不要小看这台车哦，这台车它可是玩家心目中的精品之一哦。像它0到100的公里只需要花4.1秒就可以到达，这么快？哎，可是我刚刚看这一台就超帅的，但是旁边有一台也是超跑吗？感觉很低调哎。它可是一点都不低调哦。你有看过钢铁人吗？有哦，我超爱的。哎，小波道你在里面超级帅的，我都希望我。是他的车啊？那是他的车吗？你说他在里面开的车就是这一台，这台就是他的爱车，是吗？对啊。他今天没有预定，所以今天现在改还来得及哦。真的吗？太好了，不用4.1秒马上变心。女人变心比跑车加速还快。哎，那我等一下当小辣椒，你们再帮我配个司机，像小劳勃道尼那样子。那当然 OK 喽。但是我跟你讲哦，他开得快没关系，但是要稳一点。小辣椒不想要变朝天椒。这台车他现在在台湾的那个数量相当的稀少。是哦，嗯。不过它相当的 popular， 因为真的就是在钢铁人里面出现过，所以很多的年轻人真的很喜欢这一台车。那我们啊，就是驾驶在路上的时候，你会看到年轻人在偷偷的就拿着手机这样偷拍。哇！对啊，司机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在？对，我司机一般准备好在看一下。可是
是小萝卜到你，甚至是藤原拓海。绚丽的外形，低调奢华，难怪会被钢铁人一眼相中。据说全台湾大约有2000人拥有超跑，就是因为很多爱好者迷上这个声音。坐上来之后，在开车的时候，你要给你脊椎很大的支撑力。我想不到说坐超跑可以这么舒适，说，就随着它加速，我就一直知道，就是我要飞而且坐起来好舒服哦。比起4000万超跑，这些地方还是要顾虑，还是要顾虑到。想要享受极致超跑的快感，现在可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很多人会选在特殊的纪念日租台超跑犒赏自己，而在末日来临之前，我也要对自己好一点。谢谢，拜拜。哇，想不到坐超跑这么舒服，而且现在享受完极速的快感之后呢，我的胃都空了，好饿哦。所以我现在要去吃大餐，而且我要吃我平常舍不得吃不起的豪华大餐。你知道我今天要去吃什么吗？全台湾最接近星星的地方——米其林餐厅。末日来临，每秒都很重要，美食当然也要零时差。这家全台第一家的米其林餐厅，料理和法国总店同步。据说一份套餐动辄5000-6000，价格气势非凡。就连装潢也以红黑混搭为主色系。精致的餐具和一整面酒墙，气氛棒又大气。所有餐点都是由台湾区行政主厨 Xavier Boyer 亲自操刀，每道菜都精雕细琢。你有没有想过天堂是长什么样子呢？我听过一个说法，他说如果天堂里面有厨房的话，就是像这样子，里面厨师一定是法国人。而且你看看这家餐厅，它的厨房是整个开放式的，前面还有吧台座位。你看，你可以在这边亲眼看到那个法国帅哥厨师帮你亲自料理，然后再细心的帮你端上桌。难怪人家说法国菜不只是美食，根本就是一个飨宴的感觉。你看我的第一道菜，哇，这一道大家一定是最先注意到上面这个，对不对？黑金鱼子酱，哇！而且它上面真的还直接撒了金箔哎！啊，天啊天啊！你看，爆开了！哇，原来内有玄机是这样子，你看看，外面是脆皮的这个丝，但是里面就是一切开的时候会有蛋黄爆浆出来，哇！这爆，好好吃哦！一般吃到水波蛋，你就会吃到它那种滑嫩的口感，可是它外面加了这个酥炸这个相似的东西，你就加了一个那种脆脆的，而且还有鱼子酱刚刚那个咸味跟那个海的鲜味也跑出来了。这边帮您准备的是鹌鹑香鸭肝，然后旁边有搭配香草沙拉跟马铃薯泥，以及现在意大利阿尔巴的白松露。哦，太香了，我的天哪！现在叉子别这地方，就是它香鸭肝的地方，它鸭肝。好像 cream 一样，你知道吗？一含下去的时候，你咬到外面那个鹌鹑肉很有韧性，然后很细嫩。可是里面的鸭肝就像 cream 一样，咬进去的时候它就直接化在你的舌头上。现在这一道帮你准备的是熬虾意大利饺，那我们是用手工的意大利面饺去包覆一整只的熬虾。这虾一定超鲜的，我连在切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到它里面那个虾的脆度，而且啊。珍贵的东西一定要留到最后，之前如果有机会吃到都是已经弄成碎屑了，可是你看它整片的样子，
好漂亮哦，像不像带油花的那个松板牛肉还是和牛？帮你准备的是熬虾意大利饺，这虾一定超鲜的，我连在切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到它里面那个虾的脆度，而且它的松露真的给的大方，你看这上面呢铺的是意大利白松露，你知道全世界欧洲人说世界有三大珍馐，就是又贵又最好吃的，就是鱼子酱、松露还有鹅肝，你看它整片的样子，好漂亮哦。像不像带油花的那个松板牛肉还是和牛？你知道吗？我觉得它有点像有肉味牛排。100公克鱼子酱要价6500，1公克的松露至少500元，3道菜吃下来要价8000多元，这一餐我可是少数就够了。不过没有高预算的人也没关系，5间套餐980加1层服务费就有喽。Amazing！ 一样松露完全不同口感。Hi， how are you？ You're the chef？ Yes。Xavier。Xavier， nice to meet you。How was your meal？ Oh， very good。And you are so young。I can't believe you are so young。And you are good looking。32。32。Yeah。Wow。But 16 years working in the kitchen now. Your first time come here? Yes. Wow, so what's about the image you in Taiwan, about Taiwan? If I look at you, it's very good. Really? Yeah, I'm so shy. 我整个脸都弄红，好热哦。It's a signature dish from Mr. Duchon that's always been on the menu, and you can find it everywhere on the menu in every atelier in the world. So.You will put some new idea from Taiwan into the new dishes? Of course. So do you believe that let's say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December 21st? You believe it? You need to think that the end of the world is every next morning. Like this, we enjoy every day as much as we can. You can say that again. Well done, well done. Good.每天都要当作是最后一天这样来过 ，Yeah， but it's okay because I eat this. You eat that. Yeah. The table food. In the Bible,、yeah. you have the final supper. Yeah. 末日前最后的一餐。如果说米其林餐厅是3星级的享受，那么我听说在南投竹山有座花80000元才能做到的马桶。就在日月潭边的杜拜帆船饭店，据说样貌非凡，得入住才能享受。而且这家奢华的帆船饭店可不得了，最�贵的房型一晚就要价32万。若非末日降临，我哪有本钱花80000带你们去看一个马桶？哈哈哈哈！看看今天这边就是我的小豪宅，45平大的空间，一进来，客厅。有没有很宽敞吗？而且我们家阳台超厉害的，这个房间哦有多长哦，外面阳台就有多大。你看外面有阳台，还有往这里走，往这里走。哦，这边是餐厅，这边外面一样也是有阳台。你在用餐的时候，一样可以坐拥这个日月潭的美景。哇，一晚80000多，值得。而且家里，就我家设计最棒是，你知道吗？度假 feel。你看看上面的屋顶有没有让你想到哪里了嘞？有没有觉得很像我们在巴厘岛啊？哇，对，我今天为什么一定要来订到这间房间，就是听说它马桶非常厉害，而且呢花80000块才做到马桶。哎，到底长怎样？在台湾的各位观众朋友，你们有看过吗？这个东西呢，我之前只有在网络上听说过，我今天终于看到了，原来在台湾也有哎！快看一下它的马桶，快点！跟你讲，这马桶真的太厉害，你看，空金哎，是真的黄金马桶哎！哇塞，你现在看到全部哦，不是只有马桶盖，从下面底座到上面掀盖，所有的金色部分全部都是那个金箔。真的黄金那个金箔贴上去的，而且啊，这马桶哦，黄金打造，泥做药，
25万块，而且整个饭店只有6座而已。哦，人家有钱人都是含着金汤匙出世，哎，但是我今天是坐在黄金马桶上面迎接末日。虽然这个顺序有点颠倒，可是我的马桶比那个汤匙大多，好不好？而且黄金马桶上大黄金，多贵气，一点都不俗。不止马桶洗金哎，房间里也洗脸盆马洗金哎，就连电梯也拼命放闪。最低要入住8万元的房型，才有想坐金马桶的机会。不过钱可不是白花，一博二十，还包括美味套餐，全都是南投当地的特产。美食配美景，真是末日来临前最难得的片刻宁静。末日来临之前呢，除了尽情狂欢以外，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那就是忏悔。对不起，上次啊来南投拍试货好物的时候，有一样东西我竟然给它漏掉了，所以现在趁末日来临之前呢，我要带你们一起去弥补遗憾。对，我们要去找那个阳明国际绝不能落高的南投好物，走。我要带你们找的南投好物是什么呢？就是茶。早茶，没错，南投出好茶，可是今天这个茶是独一无二的哦。哎，大哥你好，哇，你好年轻哦，我以为制茶师傅都是那个我记上之类。哇，那我要怎么称呼你？叫阿明就可以了。哦，阿明，好。现在呢，我跟阿明前面的这一大盘茶叶，就是我要带你们来找的茶，金箔茶。哎，这里我看到，哇，好大片的金子哦，天哪！真的金子吗？对，这是真的金子。嗯，对，这是99%纯金的这样子，这是实用的金箔。这是这个。哇，这一整罐都是吗？是。哇，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加的。对。哇塞，这一罐有多少钱啊？好多金子哦。大概多少？大概5-6千块左右了。5-6千块是全部都要加下去吗？是的。我们就是会撒在这边这样。哎，有飘走一些。是的。没关系。啊，既然有人这样跟我说没关系，要金子背走都没关系吗？哇，哎，我可以办吗？可以，帮忙一下。可以。哇，因为我没有摸过这么多的金子哎，哇塞，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是富贵手。是啊，你看全部都是金子。对，你看，为什么你那么多？给我这一点。这感觉这个金子的耗损率很高哎，不是沾到茶叶手都是，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加这个金箔下去啊？在茶叶里面。茶叶的话，我们就是有做过很多的试验。然后以那个大玉岭的茶堆茶区的话，跟那个金箔茶结合在一起的话，它会使它的茶汤变得比较甘甜，比较甜味这样子。那你们这边加了金箔以后，这个茶又怎么卖了？我们100多颗的话是2.5这样子。有没有这么多啊？是。这样子是100公克。是的。真的假的？哎，给我捧捧看。100公克就只有这样子，就是两个手掌捧在手心的这样子大小而已。哇，这么珍贵的黄金茶、金箔茶。哎，一枪，你头发有金箔？那我哪里？哪边有金箔？在哪边？这头发。这里吗？对。哇，哎，我的手也是，你看看。夸张哎，金光相向的，哎，不好意思，我去一下那个洗手间哈。哇，这边有没有 X 光？出去会逼呀。哇，整罐的金箔就这样财力雄厚的给它撒下去。这金箔茶可不是你看到的财大气粗，由南投民间的茶农独家研制的金箔茶，不但全台独一无二，而且还出格比赛。参加日本静冈2010世界绿茶竞赛得到首奖，下了重本的金箔茶一斤要价30000元，不知道端上桌是不是也亮晶晶呢？好，来，咱今日来饮咱台湾上尊贵的金马茶，甲咱只有尔。嗯，就是金马伫茶内底。你茶内底有金马？茶内底有金马，好。对，这甲咱台湾甲咱只有的尔。假，我等足久。做总统嘛，无足好命。真假呢？去试看卖。哇塞，哎，而且我怎么现在看这个金粉，我觉得又更大块了。
是招特别招待贵宾的感觉吗？不一般就这么多了。对，哇，一般我们在制造过程就加在里面的味。但是我现在非常想试试看味道。对啊，赶快哦！而且还用金杯，这么漂亮，这也是真的金子吗？对，这是金的。哦，真的。真的金子。哇塞，连杯子也是金的，会不会太珍贵了？哇，这金马得还用金杯装，有个贵气的哎。是啊，就你这贵宾来才有的。哇，而且这个哎，这一端过来的时候会舍不得喝哎。对啊，因为它你看。一般人家茶叶上面飘的是茶叶梗啊，碎茶叶，我这上面飘的是金马哎，哇，好漂亮哦！而且它那个金子这样子在茶汤里面这样子漂浮，哇！而且你尝试一下，待会含在嘴巴里面大概五秒钟之后，你再慢慢的吞咽下去，你可以感受它的回甘立即的在你的舌根涌现。慢慢咽下去，对，然后你的舌根马上就口水醋一涌出来，这是回甘的一个呈现。真的哎、欸，好好喝，好好喝，好好喝。我可以体会到那个什么叫做就是那种什么两颊生津、味蕾涌泉那种感觉。因为它吞起来就是很甘润、很润喉哎、欸，而且完全不苦涩。然后真的是吞下去的时候，你就想说我的口水怎么那么多？我就觉得喉头开始跑出来的是那个我的口水，对啊。而且你现在一说话，你嘴巴都充满茶叶的芬香。对啊。你真的有在那种茶园在山林间那种感觉，不过这样子不仅是视觉味觉还有心理这个享受，真的这等级真的很高很棒，而且最主要是独一无二，你去哪里都找不到这个东西，你把全台湾的茶山都跑遍了，每个人都有卖梨山，每个人都有卖洞顶，而且每个人都有卖阿里山，但是就是没有人卖金箔茶、哦、没错，对，金箔这个拿来送礼真的是超大方的，然后自己喝也是非常高贵，好好香醒。哇，能在末日之前吞黄金也真的是够奢侈了，千万超跑我也坐过了，米其林餐厅也吃过，金箔茶和黄金马桶我都享受过了，我觉得我此生无憾了，末日来了也不怕了，哈哈哈哈。啊，一碗一万块的牛肉面你吃过了没啊？什么，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一碗一万块？有，您猜背、啊、真假的。牛肉面可以说是陪着每个人长大的传统美食，说它是国面一点也不为过。据说这家位在台北的万源牛肉面被美国华尔街日报选为全世界最贵的牛肉面，据说口味独到，连米其林主厨都闻香而来。万源牛肉面，是不是走错餐厅了？这里不像一般卖牛肉面的小吃店，你看看，哇塞，这边这个装潢，哇，而且它连那个餐桌餐椅都好漂亮哦，感觉是很有 class 的那种餐厅哎。老板，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边是不是有卖那个一万块一碗的牛肉面？有，真的有，有，哇，我们的 menu， 哇，这个 menu 好吓人哦！你看看，你有看过一家牛肉面店的 menu 这么夸张的吗？最便宜的面也是500块，然后再780、1500、3000、10000块，真的有一碗10000块哎。哇，而且你旁边你们这边还有规定，最低消费每人500哦。是的。第一次碰到吃牛肉面还要低消，第一次碰到卖牛肉面定价上万，该不会汤头也是空金的吧？末日前的大揭秘，到底万源牛肉面为什么会这么贵呢？大哥，为什么这个万源牛肉面是怎么做出来的、啊？我看你这里面好多锅哦。对，它这是不一样的做法。首先，这个是基本的汤头。哦，谢谢。哇，我想一般人来到店里，应该不可能没有机会可以喝得到这种还没有兑过原味的汤头——万源牛肉汤的汤底。来尝尝看。牛肉汤的汤底，来尝尝看。可是这个喝起来好清淡哦，
对啊，它反而是一种那种清香清甜味。它是最基本的汤，不会很好喝，但是它的底很浓很纯，所以它这个不会变的，这是最基本的。所以它是再怎么加热都不会变的汤底。对对对，基本的汤的要用。要用很多的牛骨跟四种不一样的牛肉，牛腱子肉、牛腩、牛小排跟热排骨熬出来以后是基本的汤，兑出基本的汤以后，然后再各种不一样浓缩的这种肉，重复煮的肉，譬如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煮出来浓的肉，然后再由这些来兑出一个完美的汤，然后好喝的汤要在上面，然后你从好喝 到不会变的，这样才会吃完以后感觉很舒服。哦，原来是你把这个全部都算计好在这里面，那喝的整个过程那个味蕾那种感觉哦。对，所以它是再怎么加热都不会变的汤底。对对对。哦，我在你吃的前一个礼拜已经开始做了。啊，一个礼拜？我们要吃那个万源牛肉面，竟然花一个礼拜时间才做得出来哦，很高档哎，这应该是米其林的等级了吧？没有这样做不出一碗好的东西啊！把汤头分层就算了，花一个礼拜熬汤也算了，连每块牛肉一定要精挑细拣，塞斗修边，制作一碗牛肉面，简直像在创造一样艺术品。好精致哦！哎呦，我没有吃一碗面吃的这么紧张过的感觉哎。不要紧张，老板，慢慢享受啦。慢慢享受，一碗一万块，当然要慢慢享受啊。可是。要从何吃起啊？有没有什么特别讲究顺序之类的？你先喝一口汤。先喝一口汤。对。而且这么搞刚不是没有道理。你看这个汤多清，真的完全没有渣。牛肉面最难做的就是香味。对，好好喝哦！而且你这个上面那个浓的汤头啊，它不只是味道浓很香以外，它连喝起来口感都很浓郁耶。对啊。哇。那下面那个清的汤头呢？它会慢慢，你这样慢慢吃下去会有层次感觉，因为你刚刚开始浓，然后渐渐淡，这样才会感觉到舒服。不能这样随便给它嚼一嚼拉一拉的。喝个汤以后可以开始吃肉，这是筋肉混合，这是纽西兰的，这是四个部位交接的地方，这是筋，然后这上面这里有三块完全不同的肉，它交接在。下面这个是快炒的肉，这里是牛腱子的肉，这边是边腱的肉。那你这四个交接处呢，你咬下去的时候，那种质感是其他肉不可取代的。你可以试试看。好夸张，这一定要试一下，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东西耶，竟然会有这种东西存在，而且还在一碗牛肉面里面。不错吧？超不错的，哇，这不是不错三个字而已耶。对，它是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哎哎，一般我们吃那个半筋半肉，它就是瘦肉旁边有带一点好像筋的这样子而已。对对，可是它这个，哦，这真的很难以形容哎，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牛筋一样那个嫩 Q， 然后还可以吃到这个瘦肉。而且不管是你从这个部分咬，就是这个筋，然后跟这个瘦肉，或是从这个部分咬，又是另外一种组合跟搭配。然后这个筋的部分啊，超好吃。那我们的建议就是说，你吃一口就可以放下来。吃一口就放下，为什么？因为这一口啊，它的旁边的和牛还很多，让你去变化。你吃完了以后，这就变只剩下和牛了。哦，就是搭配着吃就对了。对 对。我想说，为什么叫我吃一口就放下？对，因为它这里面的肉哈。它是让你搭配的，那你要是一口吃完了呢，那你剩下的肉又是一样的味道。就是吃点和牛，怕有点劣色，然后换个口感有 QQ 的，或是瘦肉有嚼劲的地方。所以说这碗面你要会吃的话，是各咬一口这样。各咬一口这样慢慢吃。对。所以你里面有一碗有四种不同的肉，然后都是不同的国家来的。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做法，把它放在一起。哦，连包括炖煮的汤头什么都不一样吗？全部都不一样。真的是一碗牛肉面假烫害。除了澳洲的牛腱，老板还用了加拿大的乐牌以及澳洲的顶级和牛，软嫩如豆腐的口感，全都是用不同的汤头来煮不同的牛肉。我们用澳洲和牛，也算是现在世界第二等级高的。哦，试试看，你应该是属于。
属于世界数一数二幸福的人。有，我现在真的觉得我超幸福的，而且我不知道刚刚镜头没有拍到，哎，我刚刚其实没有用牙齿去咬哦，我刚刚只是这样子含着这个肉，扯开，它肉嫩到的那个程度，不是用入口即化四个字可以形容，哎。最好的牛肉面的牛肉应该要做的跟豆腐一样的嫩。对啊，好夸张哦，哎，这个要是。这波哎，汤波哎，我没有牙齿，我用嘴唇就直接可以把它化开，用舌头就可以直接去感觉它哎，这个真的就马上说服我，它10000块，好夸张哦哎，而且我发现啊，其实你这碗面这样子里面不止很搞缸，你连那个餐具就是都很漂亮，这个餐具也很讲究，感觉应该哇，那这个碗多少钱？这碗要20000块啊，20000？对。啊，这个椅子嘞？这要12000块。啊，桌子？80000块。啊，灯？灯的话，那个是石头灯，要24000块。哇，那一面墙？那一面墙的话，60000块。我们还有一个上面的灯还在海上，还没到。西班牙来的石头灯35万。哇！要12月底到。太夸张了！我现在不只是吃的东西有10000块，我甚至是被一群这边有10000000、上100万这样包围在一起耶，这样才能够卖这个面。真的，这样子真的才可以烘托出来，难怪不是一般的小吃店才可以卖出这样东西。你就是要整个从里到外，全部都是让人家感觉到那个价值跟那诚意。哇，末日前吃这一餐真的大开眼界。哦，能够把牛肉处理到晶莹剔透，还能嫩 Q 又不失咬劲，我看也只有王大哥一人了。1、2、3、4、5、6、7、8、9、10，10000块。对呀、啊。老板，请笑纳哦。嗯，对。谢谢。笑纳，对，应该要放手了。谢谢你招待。很多享受真的无法用金钱衡量，好在我赶在末日来临之前吃到这碗万元牛肉面，不然真的会遗憾终生。世界末日都要来了，怎么可以不跟自己的最爱在一起呢？抱在一起，死也甘愿。对，你说是不是，亲爱的？哦。世界末日都要来了，怎么可以不跟自己的最爱在一起呢？抱在一起，死也甘愿。对，你说是不是，亲爱的？哦。有哪几个女人抵挡得了你的魅力呀？啊。在末日来之前，我一定要尝一口我最爱的巧克力。这家来自比利时的巧克力店来头可不小，因为背后的老板就是巧克力之神玛格里尼，以寻找全世界最好的可可豆闻名全世界。店内的巧克力每个都要价近100元，而且都是原装进口，从比利时坐飞机来的，能够吃一口，末日来了也甘愿。挑哪一个？小姐有需要帮你介绍吗？好啊好啊，拜托帮我介绍一下，我想知道我今天可以带哪几个亲爱的回家。那我给您推荐一款我们卖的非常好的，你喜欢吃薄片的巧克力吗？这个是我们的超薄片惊喜。那一般其实你看得到薄片不奇怪，对，可是薄片里面还有夹心的，你可能只有在我们这边才看得到。我是第一次听到。你的厚度大概3厘米左右，可是里面它真的有夹心哎，它外面这个、黑色苦甜的巧克力，可是里面啊，你看到它这个薄夹馅是那个焦糖，它在里面那个法式焦糖，你咬下去它就爆浆喷汁出来这样的感觉，这口感好惊喜哦。是有一款你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是叫天方夜谭。哇，它的吃法比较特殊。我要先麻烦你跟我一起做一个动作，在你放入口中之前，你要先捏住你的鼻子，然后屏住呼吸。啊，你没有听到吗？吃巧克力之前竟然要先捏鼻子，
为什么我第一次遇到吃巧克力好像要学潜水一样？现在你才有办法吃到它物种的滋味。我准备好了，好紧张哦，真的有在学游泳的感觉。放进去，对，两三秒，屏住呼吸。好，要先吸，快没气。慢慢的放开你的手，我觉得自己在玫瑰花海里面。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旁边看不到你们这些人了，我觉得我在凡尔赛宫哎，那个玫瑰花园里面的感觉，好像有人直接把一大把99朵玫瑰这样吐到我鼻子这边一样，好像很多玫瑰花瓣就是。放在这里，然后这样子细细的闻那个芬芳，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人的味觉跟嗅觉是分开的。哦。刚刚你有闭气大概1-2秒钟的时间嘛，所以那时候你是没有呼吸的。哦。所以当你放手的时候，所有的香气才会集中，然后往你的鼻腔里面，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那个嗅觉。哦，哇塞，太神奇了！哇，这个爱神，还有玫瑰天方夜谭。我手来，哎，还有没有那个最贵的礼盒？哇，这个是最贵的，这个要18000。18000？ OK 啦，这次你要这个吗？给那个，对啊，全部算我的，快！巧克力这个，天方夜谭一定要，还有爱神，哪个要送你女朋友？快，这个时候跟她说爱 ，I love you， 快点！你是不是不好意思？我单身。你单身？我竟然问到个单身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跟你讲啊。你中意那个什么，我们那个公司餐厅里面那个妹妹嘛，你就拿那个这三个巧克力过去啊，跟她说我爱你，这样就一定成了，一定可以，你还可以在末日之前结束单身，哎，多棒啊！享受只是过程，搜集才是爱玩客的精神。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是个玩在工作、爱在生活的爱玩客，把握每一刻，精彩过日子。对自己好一点，把每一天当作是最后一天来过，就算末日来临也了无遗憾。又钱钱，是为环保，你知道吗？富有之后的心酸。你在以为有钱就可以乱丢啊？那罚你3000，乱丢垃圾。小心啊！不要捡一点是狼毛品，卡在上面。卡在上面。再来那个洞，给我一下。小妹，试过了，好了吧？